不是你在佛祖那儿许愿说要被本君主荣宠一生吗？ 我这不是替佛祖满足你愿望吗？我明明求的是富贫子贵。高姐啊，来尝一尝。不过就是一支签，何必耿耿于怀、闷闷不乐呢？那可是一支下下签。外祖母为了我被寒冬心气病，是否康复还不知晓。这都城距锦溪千里之遥，一来一回也不知要花多少时间。你在担心太皇太后啊？可不是吗？一直没有收到回信，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来，喝杯茶，休息一下。二位客官，慢用。谢谢啊。谢谢。你呀、啊，就是心思太重了，总爱胡思乱想，平白给自己徒增烦恼。地下钱庄的事情过去之后，庄里诬告你的事情不攻自破，太皇太后最是心疼你了。若得知你无罪脱身，说不定一高兴就不药而愈了呢。至于这平安信，再等几日吧。如果还没有消息的话，我定会安排人去都城打听的。你能不能明天就派人去啊？好。那明天就去。谢谢。你要真想感谢我，嘴上说说可不行，得拿出点诚意了。什么诚意啊？郡主神机妙算，隐悟绝伦，岂会不知我心中所想呢？唯愿送子娘娘快快赐下灵儿一双，让我夫平子贵，被郡主荣宠一生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姑娘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？这俩不要啊，其他都要啊。啊，都给你吧。哎，都是您的，都是您的。哎，你看，这也给您了。都是你的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在佛祖那儿许愿说要被本君主荣宠一生吗？我这不是替佛祖满足你愿望吗？别客气。我明明求的是富贫子贵。我家这位他就是心眼太小，说他两句他就使性子，就一直摆脸色，都是我平时太纵容了。别生气啦，小伙子，你娶到这样的媳妇儿，这辈子有福喽。是啊，小伙子。你可要好好珍惜呀、啊！听听，来让让让让，哎，请们当心啦！你开心吗？你开心我就开心。真够宠爱的呀！当心点，当心点啊！注意一下啊！让一让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！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